他是不是后面发那个版本啊？傅老师，没有没有，我们一定要按照你刚开始发的版本，因为呢，你在他突然间你变的版本，这肯定不行的嘛。对啊，你突然间改了版本，这肯定不行的嘛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太吵了，没办法回复，因为讲话呢，可能你们也听不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刚才的大哥送的牛气冲天，谢谢。谢谢芙蓉王，谢谢芙蓉王送的牛气冲天。对，在酷狗云那里。酷狗音乐是不一样的。对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拍 VCR 啊，新年的 VCR。对，因为他发给我的版本，这是酷狗音乐的版本。谢谢，谢谢牛气冲天。对啊，你不要搞错了，反正明天录。谢谢辉哥。就是魔王老师那边用的是酷狗音乐那边的。对，谢谢辉哥送的牛气冲天，谢谢。所以说现在就是你的状态。手机快没电了啊！手机快没电了。那个酷狗音乐的，让妞妞他们打，就打你们。手机快没电了。哎，对的，就是说，来放上那个酷狗的。第一个，所以说是有偏差了。他后来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跟另外一个机构是一起搞的。哦，对，那你能明天排练了吗？是加长的，那只是这样子的，他就是有一段重复一段就可以了。谢谢大哥送的牛气冲天，祝大哥虎年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大家给榜一、榜二、榜三的点点关注，支持一下。Thank you.